那我们这次推出的目的哦，就是我们希望说加深我们民众对我们的交通标志标线的一个认识哈。因为我们依照我们裁决中心的一个统计哦，那对于我们的五大的违规的一个事项哦，包括我们的超速啦，或者是不依规定的转弯啦，或者是违停啊，这方面都跟我们的标志标线都是很有关系啊。所以我们是希望说，利用这一次的一个线上游戏跟实体的一个游戏啊，来加深民众的印象哈。